你好。你好，我叫李姿。姑娘，帮我看看，我找人。哎，您看，就找人呢，就找这俩人，小左小右，我闺女。不是，我找人呢。我跟您说，我闺女丢了30多年了。老妈，让下路啊！您说，我要再不找，我这岁数还找不着吗？真是您的老。找人呢？上班呢，把路让上。找这个，小左，小右。哎，您帮看着点啊！哎，老太太，你把东西给我。你不能在这举牌子，阻碍交通。哎呦，警察师傅，我不是为了阻碍交通。我就觉得这儿人多热闹，这不是好找人吗？哎呀，我找人。老太太，这里不安全，咱去那边马路边上说。我这去马路边上说啊。这不是你这孩子，你拿我牌子干嘛？你公事公办的，可是我办的是私事。我找我闺女，哎，丢了30多年了，就我这岁数再不找，我看不见了我。奶奶，我们现在是上班高峰期。你要找人呢，都去派出所找片警。我哪儿分得清什么警啊？你们穿的衣裳全差不多，我就知道大马路旁边那大牌子写着“有困难找民警”。你是警察吧？我就找你。我是，可我是交警啊，指挥交通的。我得跟这小伙子好好掰扯掰扯。我站路口不对，你让我挪挪，不是就完了吗？不是你没收我东西干什么呀？这是，是啊，对呀，你说的也对，奶奶，这给你，我还在办公事呢。好孩子，好样的。奶奶，你把电话留给我，我开出租的，我帮你打听着。哎呦，真好哎，小伙子，来，你也给我留个号码，我也记一个，我也记。您老啊，太有勇气了。谢谢你们啊，嘿，好心眼人真就多。奶奶，哎，这是今天的报纸，你看啊，这是找妹妹的，你看对你有用没？哎呦，像，真像哎，像的啊！哎呦，有困难找民警，今天我真来对了，真来，谢谢你，谢谢大伙儿啊，我赶紧走了。慢点啊，慢点，我得打听着。哎呀，真没想到，这就是命运啊！转了一圈，又回到了跳楼事件的案发现场。准备好了吗？姐姐，你到家了，走吧。你能不刺激我吗？怎么了？哟，你紧张什么呢？好心的工人你都能搞定，见一个老太太你怕？我不信。不是怕，那什么？是心里乱。哎，你说，如果万一她真的是我的亲妈，那我该怎么办啊？其实，说实话。
没错，就是这儿。准备好了吧？现在由你来点燃亲亲大戏的开始，好吗？全看定了。哎，等一下，又如果万一他不是我妈，那我该怎么办呢？那你就抱着他哭，会不会？告诉他对不起，我认错了。哎，就这么点事儿，我帮你点。哎，你干嘛敲门呢？我还没准备好呢。你都已经上来了，难道没有准备好吗？女强人，知不知道？你可真讨厌！你的灵魂在站着。来了来了，谁呀？我还没准备好。你好。你好，我叫李姿，请问您是王秀芝吗？阿姨，你好，我是燕北都市报的记者苏丹。你好。你好。小伙子，我是做梦吗？报纸上那人，他站我面前了。是我，孩子，让我看看你。这耳朵像我，鼻子像老头子，这眼睛、嘴、这头发。连心错不了，错不了，错不了。不是阿姨，是这样的，我们呀不光找妈妈，还找一个妹妹，她妹妹。我也找她妹妹啊，叫小玉。他们是双胞胎，是我生的。孩子，我问你，你是6月8号生的吗？6月8号。是吗？是吗？是还是不是？6月8号，是你爸无期，我一个寡妇怀孕8个月，剩下一对双胞胎，我一口奶都没喂，给扔了。我这眼泪一流就是30多年，我想死。你看咱家这破地方，还配停这么高级的车？妈，你别问了。啊，这，哎呦，大伟他爸，你们家来亲戚了？亲戚？啊，我们家可没有这么有钱的亲戚。谁说的？这台车就是你们家亲戚的。亲戚？亲？哎。妈，妈，咱们这是那个月静、小玲，你妹妹小左回来了。啊，你妹妹是小左？哎
愣着干什么呀？赶紧给三儿和四星打电话，让他们赶紧回来。哎哎哎！哎呦！啃苹果那个就是你侄子吧？可以啊，你成长辈了。大哥，是真的吗？好，好，好，我马上回家，马上回家啊！冬梅，啊，姐。小左找到了，那报纸上那人就是我妹妹，真的。我亲妹妹找到了，我得去见我亲妹妹。好，我回家了啊，你去见，看着啊。哎，好嘞。我看出来了，你呀、啊、就是个大骗子。哼，天不亮就把我从县城忽悠来。哎哎哎哎，那赵本山怎么说的来着？啊，这男人们的话呢，就像是老太太嘴里的牙，没一个真的。我告诉你啊，我警告你。啊！别骂人不吐胡。你吐一个给我看看，吐一个，吐一个，吐一个。小丫头，吐一个，吐一个。你给我打！喂，哥，什么？妹妹回来了？广告公司大老板，开着宝马回来的。哎呦！我的个神呐、啊！你终于天上掉馅饼了呀！哎呀妈呀！我得赶快走了，我真没工夫跟你这废话。去去去！大哥，我跟着你干。小嘴儿，我给你引荐引荐啊。他，你大哥岳进，这是你嫂子林小玲。哎，他，你亲侄子崔伟。妈，哟，快来快来，四清。你妹妹小左，快着！哎呀，快快着！哎呦，磨磨蹭蹭，快！小左妹妹，我是四清，我是你姐姐，你就我一个姐姐，咱俩最亲了。妈，妈！哎，哎呦，我妹妹呢？这这这，小左，你妹妹。哎哎，小左，我给你引荐啊，这是咱们家三儿，我最小的儿子，就是你小哥。那个什么，论起来吧，你们俩挨尖儿，他是三，你就是四儿。你愣着干，端着。哎呦喂！那个，你谁呀、啊？记者。嗯，雁北都市报记者苏丹。哦，这我知道，就是我们俩。妈刚才不是说了吗？我是三儿，你是四儿，咱俩挨得最近。你要是在家里养，我跟你说，咱俩肯定特亲，亲的都不行了。那爹，那宝马是你的吗？哦。哎呦喂！我上楼前都没敢上来，我还以为什么大干部来咱家了呢。我跟你说，你真是我的好妹妹，我跟你说。哎呦，行了，我看你都乐晕了吧？哎，我跟你讲，是我们先发现的，是我让你大哥给你们打的电话，是不是，妹妹？哎，妹妹，我们大伟现在有了一个开公司的姑姑，身份立马就不一样了。我看他们谁还敢瞧不起我们大伟？没错，我那就是一家很小的公司。哎呦，你说的什么呀？我这一看的就是个总。哎哎，妹妹，你们现在要不要招人呐？你看看，你今天到我们家来了，我们家大伟都不用去面试了，这是。我今天是来找人的，不是来招人的。啊，是我们大家都帮你找。小左，你别介意啊。那什么，你大嫂子她就是高兴的。哎呀，现在呀、啊，小左自个儿回来了，就差找小右了。有他的线索吗？哎呦，这不是正发愁呢吗？你像我们吧，你看像这街道居委会呀、啊、派出所呀、啊、福利院全去到了。他要能像你似的自个儿找回来，我那团圆梦。不是就早点能实现了，是吧？就是小左，这么多年找你们，妈都成了心病了。小左，你不知道啊，妈天天念叨小左、小右的，让我们天天去找，谁不去？他跟我们急。现在就不用急了啊！你说这头开的多好啊！我小左妹妹自己开着宝马就回来了，甭问呀，小右肯定开着奔驰就回来了。你说我有这么俩大款妹妹啊，我得挣多少钱呀？哎呦，我真是。你脑子钱钱钱钱的，我跟你说呀、啊，现在我这亲闺女回来一半喽。您先等一下。DNA 鉴定我们还没有做，现在就不能肯定。我就是小左。不是，那咱就去验呀。对呀、啊，
赶紧的验呀！一验完了不就绑在一块儿了吗？砸断了骨头还连着筋呢，你就跑不了了。这叫一人得道，他鸡犬升天。三儿，你这臭贫打岔呢。那个小左，你说怎么验？要去医院抽血。那就抽吧，把我全身的血都抽干了，我都愿意。抽我的！哎妈，不我的，抽我的，抽我的，我是你亲闺女。喂，哎，姐啊，你不知道刚才我们家认亲场面多感人啊，大家都争着抽血验亲呢。啊，真的，真是你妹妹？其实我觉得不用验，她就是我小左妹妹。我第一眼见到她，我就觉得特别亲。她是6月8号生的，连生日都对上了。我羡慕你们，特别是你的妹妹，她敢站出来上报纸。还有你的妈妈，她终于找到了自己的亲生女儿。好，我祝贺你们，为你们感到高兴。好，再见。崔家每一个人都在伸着胳膊验血，这叫众志成城。还有崔家老太太，每一个瞬间都很感人。还有丽兹，除了震撼之外，还是震撼。好，以上就是崔家认亲的这一组镜头，我认为很有冲击力。如果总编室明天可以再多给我一个版的话，我相信我可以做得更好。不知道总编室有没有这样的打算？没问题，我可以给你两个版，怎么样？我没听错吧？两货也才不过两个版呢。你跟我开玩笑啊，总编？因为他值。你的寻亲报道已经带动了报纸的发行量的上升，而且我已经通知社会新闻部开设了寻亲热线。总编，你太给力了！所以我们一定要全力以赴，搞好寻亲联系报道。太好了，那我们就再拿出点实际行动来，行不行？寻亲的版面可不可以不上广告？行吗？没问题，一切为主旋律，让路。好。就一眨眼功夫，崔家来了两拨人。他们现在都把我当成是一块肥肉了。我告诉你啊，下一篇寻亲报道你可以不用上了。大嫂，今天怎么想起来到我这儿来了？哎呦，自家人还有预约呀？我是来帮你侄子，哦，就是大伟，来看看工作环境的。看什么工作环境啊？大伟要是来这儿上班，我得先替他把把关呢。哎，不是，大嫂，我什么时候答应让大伟到我这儿来上班了？哎呦，那不是早晚的事儿啊。李姐，您咖啡。好，谢谢。哟，大伟上班还有咖啡喝呢，太棒了。大嫂，现在 DNA 鉴定结果还没有出来。其实，就算我真的是小左的话，我的公司也不会用自己家里人的。你怎么跟四清说话一样啊？真是无商不奸。对不起，大嫂，我今天这工作挺忙的。孟云，哎，通知制作部，我们现在开会了。好。你这是要赶我走啊？都说是奸大姑坏小姑，还真是的。我让老太太来说，我就不信了。你妈来视察，你也敢开会？月姐，你看看这上头都写了什么呀？这上头啊，这是血型报告啊，就是说你一个李子的血型都是 A 型的。哎呦，连血型都一样了。哎呦，那不就是我亲闺女吗？什么亲闺女啊？妈，您别剃头挑子一头热了啊！您认她这个闺女，人还不认您这个妈呢。不是，你是这什么话？不是你说什么呢？这是妈，
我去见李兹了。啊，我本来是想着给大伟找个工作，让他们小两口的赶紧的和好。嘿，谁想到我三句话还没说，人家就把我给轰出来了。人家就他压根就没把咱们家当自己人。不是怎么回事呢？你上人公司逼人家去了？不，妈，谁敢逼他呀？人家压根就没把您放在心上，死活瞧不起咱们这家人。我看您这管子鞋也白抽了。就算他是小左，他也未必管您叫妈。你说的我根本就不信，我自己问去，我自己问去。你，哎，妈，你怎么去啊？我和你一块儿去。慢一点。他为广告人，当定了。合同是这么签的，所以我们必须要履行合同，好吗？你说那个报表怎么着？哦，那个报表待会儿让他们送过来。好，送过来让我看一下。好嘞，好吧。制作部的人必须要赶快把给客户。好，孟源，你先带大家继续，我很快回来。一会儿。哎呦喂！我这上上下下这通打听你，我终于把你找着了。找有事吗？没事啊，我就是来骄傲一下，看看我妹妹这公司开的有多大啊！这好歹也是咱家的公司啊，是不是？什么？谁的公司？咱家的。你是我亲妹妹，我是你亲哥，你的就是我的呀。你至于吗？对，自个儿留着用啊。继续开会。苏丹，就一眨眼功夫，崔家来了两拨人，他们现在都把我当成是一块肥肉了。我告诉你啊，下一篇寻亲报道你可以不用上了。上不上，我现在说了可不算了。我都没有想到寻亲报道会有这么大的轰动，热线电话都已经打爆了，全是读者打来的。我也没有办法，而且现在总编会都已经把编签会提前上午开了。哎，我跟你说清楚啊，我可是算上了你的贼船下不来了。哎，来了来了，马上啊！我开会了，拜拜。哎，什么呀？谁上谁的贼船？我看我是上了老崔家的贼船了。妈啊，听说是在最里边那一家。是，门卫说了，走到头。咱来这干嘛呀？净影响人家工作，这不是？小姐，我就一边瞅瞅，我怎么会影响人工作？你看我这什么世面也没见过。你看人家装修多讲究，我进去了，别丢人家小左的脸呐。我不怕，我是他妈。李姐。你妈来了，我妈，阿姨，哎，喝水吗？我不喝。我跟你说，哎呦，孩子们辛苦了啊！你们给李子干活都受累了。来，豆包一人一个啊！我是拿红小豆糗的，里头搁着红糖、桂花酱。谢谢阿姨。哟，
这球是怎么回事啊？里头还带丝儿呢。哎，不是，孩子，这有电吗？有电啊，不过是那个静电。啊，没事，电不着人。你看，大王，爸爸，我。哎呦，真不电！你刚才说什么来着？静电是吧？对。嗯，我年轻时候穿那尼龙的衣裳，一脱噼里啪啦乱响，他们就告诉我这叫静电。是是，就那。李总他妈怎么就好像刘姥姥进大观园似的？哎，不是，你说什么呢？你们李总是我闺女，她管我叫妈，你们也得管我叫妈呀。姥姥插着辈儿呢，错了。您怎么来了？哎呀，闺女，哎呀，我这不是想你来了吗？我跟你说，我决定了啊，从今天开始，你上班我上班，你下班我跟着下班。都快愣着干嘛？干活去。您什么意思啊？您要来我这儿上班？是啊，我在家坐卧不安的。你看咱娘俩分开好几十年了，我就想时时刻刻天天看着你。我上你这儿，我不捣乱，我给你干点活什么的。我先给你，我这麻布在哪儿呢？啊，不用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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，您不用忙啊。我们这儿有专门打扫卫生的。你雇人干嘛？那不是瞎花钱吗？明儿妈给你跪着，听见没有？把他辞了。哎，不用，闺女，那什么呀？就那个。哎，要什么呀？这是。小伙子，哎，这是电视吧？啊，对，电视。妈呀，我都没见过这么大电视！哎，这得多少寸呢？哎呀，哎呦，这地怎么这么脏呢？你说你们这小伙子不是说你吗？太懒了，得蹲蹲呢。你真是，这真脏。来，我给你蹲。阿姨，阿姨，你过来，阿姨，我来。哎，阿姨，你这边是地毯，这不能用蹲不蹲的。你拿什么？你告诉我，我找去。你去用啥？行了，您别在这给我们添乱了，行吗？我没添乱，我这不是干点活吗？我。咱们先走吧，好吗？不行，我没下班呢。您这下什么班啊？你先走。你说上哪儿啊？你先走，你先跟我走。上哪儿啊？上哪儿啊？你先跟我走吧。肖总，上哪儿去啊？你呢？出去一趟。哦，你别跟着我们。你消停跟这儿待着啊。妈。您进来吧。这哪儿啊？我家。你家？嚯，这楼梯，我怎么觉得跟进了那旧社会的公馆似的呀？这些都是我父母亲留给我的。啊，这是你父母住的地儿啊？桌子好黑，还雕着花儿，还要老虎腿儿。原来你也只看这些、啊？不是，我是说，你跟他们过上好日子了，比跟着我强。哎呦，穿着小皮鞋儿，花裙子，吃蛋糕，点蜡烛。比你哥哥姐姐的日子呀强多了。我父母亲把最好的都留给我了。你说的是他们俩吗？对，这就是我的爸爸妈妈。真好吧？他们培养你上大学，当了老板。您说的没错，我这辈子心里最感激的就是他们。您坐吧。哎，我从小是跟着我父母亲在我父亲的老家长大的。
不是索取，更不能上门来逼我吧。不是，孩子，我怎么听你这话里，话里有话呢？那我就实话实说了吧。就算我是您的亲女儿，那也不能因为崔伟是您的亲孙子，我就。要补偿款，就应该补偿那些该补偿的。我决定了，这房款给小左和小右。什么？甭什么，房产证是我的名字，我决定给俩闺女。现在给小左，找着小右他们俩分；找不着他，给他一人也公平。小左跟我说了，小玲跟那三儿。上人家公司找人家办事儿，啊，人家孩子刚回到咱们这家呀，就算计人家。你让妈这老脸我往哪儿搁呀？我没地儿搁，我是没脸。妈，怎么补救啊？老大，我跟你说啊，今天非把这事儿说开了不可，让他们全死了这条心。哎，您还真守信用啊！小左这一找着，咱家就分房款了。嘿，就是妈，你看那个左邻右舍都已经搬家了，咱再不搬的话，就成钉子户了。妈，妈，我知道您最公平，您就说吧，这房款咱怎么分？让我说说，那我可说点你们不爱听的话。这个明天李斯这验血报告就出来了。如果他真是小左儿，那妈就提前把房款就分了。哎，妈，太好了！拿着这个房本儿，就能领拆迁补偿款。不是，拆迁补偿款是什么意思？你们都知道吗？就是国家吧，要在咱们这块儿盖大百货公司，让咱们呢。换个地儿住，所以给咱们补偿，对吧？同样的道理。哎呀，这小嘴儿他们呀，我给他们扔了那么多年，一天都没在家住过，所以呢，也得补偿。哎，我说妈，您就别绕了，行不行？您就直说，这房子到底怎么分呢？那我就直奔主题，既然叫补偿款。就应该补偿那些该补偿的。我决定了，这房款给小左和小右。什么？甭什么，房产证是我的名字，我决定给俩闺女。现在给小左，找着小右他们俩分；找不着他，给他一人也公平。妈，那你让我们住哪儿啊？搬家之后，您让我们睡马路上去啊？就是住马路，妈跟着你们一块儿住。从今天开始，你们各自啊找地儿住，我呢这当妈的轮流住儿女家。您没法跟我住，我就没房。那你住哪儿啊？我住树上。那妈就跟你住树上。嘿，妈，干脆您住我那儿吧。您就算是住在大排档，我也不能让您住马路上住树上，你说是不是？妈，我觉得吧，您得学习点法律，这法律上说得清清楚楚啊，子女应该轮流赡养老人，所以呢，这财产得平均分配。停，四星，甭给我上课了。我跟你说，只要我还有一口气儿，啊，我活着就我说了算。妈，你活我们就不能活了。你要是真是这样做的话，你不是逼着我们三代人去往死路上走吗？大伟他本身就没工作，现在又闹着离婚。
小玲，老话怎么说来着？儿孙自有儿孙福，妈呀，管不了这么些。不行，妈你得管呐。小老林，你不能逼妈呀。大伟，你倒是，你跟哪个说？你别净跟哪个说。说。我说一句啊，就这房子，爱归谁归谁啊，搬家时候叫一声就行啊。说完，你们接着闹，闹起来。你说你这孩子怎么不服呢？妈，您说吧，您还要不要您的孙子了？您还要不要您的重孙女了？哎呀，小玲，咱家的事别拿孩子说事儿。妈，您得管嘛。哎呀，嫂子，你别撒泼了，你才不呢，就是回娘家瞎搅和的。妈的大刀现在本身就痴呆了，分不清跟谁是里外人了。你才是外人呢，你都不姓崔。我不姓崔，我是你嫂子。白疼你们了，这房本还是我的名字，你们谁敢再多说一句，我就给他赶出去。现在你们谁不服，谁不服，现在就给我滚！滚！滚！这实在可没法过了。倩倩说：“我一天找不着工作，就一天不回来。妈，我想我那俩孩子吧。老的呢？小的也呢？闹断子绝孙吧，你们就！”大卫啊，你再给你岳母再打个电话。打什么打呀，别丢人现眼了。再让亲家啐一顿，你犯贱呢你。啐一顿好啊，给大卫一点压力。你还好意思说呀你。你这个当爹的，你给大卫压力还不够啊。现在这社会都拼爹，大卫拼谁呀？这人也不能全怨大卫。谁让他投错胎投到了我们家。你说咱们两个都没文化，那么早早都退休了，一个月的工资加起来才3000多块钱，孩子从小就跟咱们受委屈，孩子本来就没有工作，现在房子又没了，你这个当爹的你就知道埋怨孩子呀你。这办法都想过了，还能怎么样啊？亏了你都当了爷爷了，你就知道愚孝。房子的事你连个屁都不敢放呀，你眼看着自己的儿子离婚分双胞胎，你真怂啊你。哎呀，你小声点，别让妈听见了。我就是让咱妈听见的。本来嘛，大伟就在这离婚的坎儿上，现在要是连房子都没了，我们怎么活呀？我这个大伟跳床上去八竿子打回我闺女吧，他就当个宝似的，让他给滚着过去吧。月金，月金，哦，我来了。妈，吵着你了？鬼哭狼嚎的，不怕街坊四邻听见啊？不让人笑话吗？妈，小林就是那个刀子嘴，怪我不好。是妈不好，为了房子的事儿，说了不算，算了不说。到现在，俩重孙女都不回来，长什么样我都不知道。我连做梦都想他们。月金，你们两口子有气，就冲妈撒吧，啊！这不是寒碜我吗？大伟的事儿，怨我没本事。怨我？怨妈没让你们过上好日子，家里就这么一套房，还让你们打的。
头破血流的，你这么一说，我越说越难受。我做老大的不该跟弟妹争。妈知道你有难处，我这心里也难过。妈最对不起你。这10000块钱是妈攒了这么多年的，都给你，拿着。 拿着，妈，你这什么意思啊？还是为了房子？妈不是不顾及儿子和孙子，妈实在是不知道拿什么补你这两妹。妈欠他们比这套房子多得多。 做主。